这把好啊，但是铁死了是吧？应该是铁死。你们妈的又该死了！这就很慢啊，0.7 0.5.73，又是因为最后那个点飘慢，你知道吧？你那个0.5.68，我估计你快应该就快在比我那个点飘比较快。我看一下我这把有什么问题先啊？啊，这个就慢了嘛，我操，这顺车，这个顺车就慢。其实我倒觉得我的弱项不是这个地，这不是这个地方，我的弱项是那种 WC WW 顺车啊，这个弯还可以啊，这个弯就肥了，点飘啊，这个 WC WW 很到位，这里又肥了，但是这个弯救回来了，这弯救回来了。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啊，这个弯出的也快。哇，这也太，就是个点飘嘛，兄弟们，这点飘太难飘了。这点飘到底怎么飘啊？我操！这他妈肥成猪了，哎。